三更，然后他就是说从房顶上翻下来，想去就是去我们那边去找我，然后掉下来之后，就是把那个腰椎啊、胸椎全都摔断了。其实他跳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脊椎已经在当中已经断，可能断成两截了。他不知道，他就光感觉麻了一下，就没有知觉了嘛。但他不敢吱声，他然后就是往前爬，因为他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就靠那个双手往前爬了大约有200多米左右吧。他那个时候就可以，就是说能坐起来了，是吧？行啊，反正也这么些年了，身体状况恢复这样，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因为再往好了就恢复也不现实。然后我把以前答应你的，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我去帮你完成。然后就一说，我就从网上搜索资料，然后过了年，接着就背着他上泰山了。在一块面临的就是碰到过很多困难，很多那个就是绝境的时候，就像到爬泰山一样似的，一步一个台阶，七千个台阶，想想都会很难，对不对？你何况自己，何况背着一个人呢？过日子就和爬泰山一样，可能说这个过程会很难，很难往爬，但你登顶的时候，登到顶了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确实会很累，登山的过程很累，但是结果是很享受的。老公辛苦了，然后就谢谢你，就说你这些年就为我的付出，为家庭的付出，我很满足。然后就是说没有什么愿望，然后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健健康康的，过好每一天吧。